轰动武林惊动减肥界的健身环大冒险了。然后为什么会买这款呢？因为主要当然是可以健身的，还有就是要跟阿北的，还是不要找太有劲，还要做个告别式了。顺便用这款来减肥啦，看它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效果。不过会一直持续运动下去，因为减肥绝对不是两三天就可以搞定的事情，可能是要两三年才会到完美体态。然后健身环大冒险呢、啊，在买到这个组合包，它这边有标示几个人玩，游玩人是不是一人哦？然后它支援了电视模式跟平板模式哦，所以你在家在外面都可以运动。当然是不支援掌机啊，如果支援掌机就太厉害了。那它这个是有中文的版本，那你如果买的是日文的水货的话，它也是有中文版本的，就是透过更新也会有中文版。然后阿北会建议啦，去买一个垫子之类，因为可能中途会有很多跑的动作。里面会附三个东西，一个就是这个健身环，这个其实在外面叫做皮拉提斯环，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一下，你也可以实际上去买一个皮拉提斯环来做一样的动作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脚部固定带了，这个固定带脚边，它到时候会测量一些腿抬的动作。那我们接下来买了健身环大冒险，当然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的体能啊，顺便减肥一下。然后今天做个记录，时间可能固定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。然后在开始之前，先来量一下我的体重，体重是 81.2。好，然后从今天开始，等下就要去开始运动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效。老婆应该是比较希望我减肥啦。事不宜迟，计划开始。固定紧一点，这一个他说把红色卡上去，咔嚓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运动了。哟西，来试试看吧。对，早上某个人讲的台词。哟西，やってみよう。然后开游戏了。奶瓶女士也想玩，奶瓶啊，也想玩。开始来运动，现在应该都腿带好了。这游戏只能播五分钟，真的假的？完蛋了！哎，惨了，我这么胖怎么办？会不会五分钟就关台？这是暖身吗？好，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哎，糟了，好要开始出发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运动喝水很重要。不是在运动中喝哦，在运动前30分钟你就要补充，让大家有正确的运动观念。所以虽然我都没有在运动，看到的都死。我现在跑超快，然后呢？哦，我累了，好，我累了。好，老婆，我累了，你要接手了吗？好。是谁发明的游戏？我好累，我要脱发啊！不行，我累了。路易吉吸尘器，就是这个虚脱的感觉。这种做慢的都很累，做快的还好。我觉得一天一组我就快挂了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点过度运动了，很久没这样动。哦，昨天是多少？0.16是不是？哎呦，今天也是0.16。不是，昨天是81.2。什么？多了0.14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接下来进行第三天哦，努力减肥中，一样看一下体重，81.3，怎么好像？斤两是82公斤，超高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没吃什么啊，我们越来越重了，婆。你是偷吃了什么？怎么办？一定是坏掉，再来一次。我越减越肥了。对。要讲一下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。其实体重重不是重，在那个训练的过程中啊，体重难免会增加。然后其实很多健身专家都说，不要太去看你的体重，体态要先回来才是正常的。你
干嘛在我肚子？好，运动了 ，Go！ 我把今天 Facebook 没有眼福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有用吗？你们做不了很久，因为我现在大腿超酸的。做完运动都不太敢喝饮料了。哇，还有17下。啊！这个一定要铺瑜伽垫，因为我第一天做没铺瑜伽垫，就腰很痛，绝对要铺。不行啦，哎，好累，还好这个不用跑。打一支才12块，买一件衣服要350块，我要做好久才能买衣服哎，这游戏这样设计 OK 吗？买完10套衣服，整个人都变肌肉男了。第五天啦，继续努力，减几公斤，讲一下，今天的体重是81.8，减第六天啦，那来量一下体重吧，今日体重80，又变重，那再来一次呢，是不是体重机坏掉？好，确定了82，什么体重一直浮浮沉沉。啊，第七天啊，可是今天下来吃的有点饱，这体重一路狂飙啊！好了，让观众来看一下第七天。好，来啊，第八天啊，我都没有想到我能坚持这么久，我读册有这厉害的好啊！看一下体重啊，怎么啊，怎么那么重？过一个周末。好了，不知道体态有没有怎么办？我会觉得好像没有效。第八天应该有效了吧？会不会我臀部其实很结实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是第九天，然后昨天有发生一些小插曲，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啊，太吵了，那踏步声音太大声，被楼下的好邻居温馨关怀一下。对，因为他们比较早睡的，然后可能阿伯就控制自己的力道，反正就是踏步的这个动作啊，可能会尽量以最轻的方式来做，继续来做第九天的体重测量吧。哎呦，819，这样算好还是不好？好像有少0.7吧。好像有少0.7，证明应该是开始有一些锻炼的成效。老婆是说我身体好像有变好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讲，到底有没有？老婆没有放第一天的。第一天好像比较远，第一天比较远，真的假的？好，继续努力啊，战胜鼻子吧。哦，好累。好累，他腿暖了。会。好，继续出发，阿飞的减肥之旅 ，Go！ 加快速度，老婆在旁边要更带劲。呼呼，哎，全力冲刺，是不是？等下我就不行了。深蹲，救地球！深蹲，我腿快断了。好，没了，太棒了！六块麦克鸡，六块鸡我做不到，六块麦克鸡我可以 ，OK， 太棒了！第十天了，蟑螂，我刚到家，现在是晚上10:04，我刚坐下来。了好想睡，太累了。明天的第十天。再见。